像这种大家可以传等下去看这种去，然后两片吐司，然后夹可能夹三片去塞那个吐司里面，然后淋一点美乃滋在里面，然后把它夹好，然后两面煎到上色就可以了，就会像这样，各位看到左下角这样。这边的三明治真的不缺钱。哇！好来哦！